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美东时间2号举行马年游行庆祝活动，驻美代表金普聪夫妇与白宫官员出席，和大批民众在舞龙舞狮与爆竹声中欢度热闹春节，并恭贺大家新年快乐。Prosperous horse year with quick and stirring success in whatever you do. 2014 is the year of the horse. The horse is a great and strong symbol. Many associate the symbol with Swiss success for all facets of one's life. We wish that everyone fulfills his or her potential and achieves success in 2014.另外，6号举行的全美祈祷早餐会，金普聪也透露会议惯例和夫人一同出席。至于是否会和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连胜文会面，则要看对方时间安排而定。因为这是一个宗教性的活动，所邀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只有我跟我太太，因为是这个驻美代表，所以我们是依惯例都被邀请参加。我们看他们的时间的安排。华府中国城新年游行由侨社美金中华会馆主办，结合了大规模游行与舞龙舞狮表演，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多年来已成为当地重要观光活动。